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决战北风北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种子刘一星啊，今天16200，好，如果一把胡了，那就是加5000跟我打，对，那你挑战成功16200跟我打，来，开门，七川，再来看两家的牌，庄家刘一星，哦你，年兵哥，老是左手右手分不清，那现在终于换回右手，来，庄家出战。看不懂了吧？9万。嗯，二筒。二筒。左手。左手下来、哦。左手下来。啊，会挡到。左手下来。好，二条。一筒。一筒。是一个红三饼，5万，是一个6条，运来了，运来了，10000，是一个，哇塞，张张都要，这样吧，六饼，9颗，哪个我觉得你等一下要跟我打嘞，怎么办？一饼。不用想那么多了，两个人也不知道。小金，你别碰我，不交。西饼。哦，还倒下来，没有想到他是对倒，哦，但是你5、8饼被他抓一砍，哦，那其实两个人也不知道啦，你看谁想到这8万这么快起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要唬你2把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下一把，好，决战北风北，啊，现在已经决战点了哈，对啊，谁赢就谁跟我做最后的 PK， 来，明哲。十二，看两家的牌。庄家明哲，刘星，出赛。Go go， 我出吗？我明哲了，抢着出。把甜的给你。出赛就相公了。七筒，那我就吃一个喽。给甜啊，给甜。9条，给你一个甜的。10万，刚才应该打这一张。送一个。天哪！哇！5饼。几条？7个。天哪！什么都吃。哇！想看。2饼。哪个多么想跟我打？你说说。再吃。天哦，没有了。3万。
对，五饼，四饼。哎呦，谁想得到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哦。你的牌一定很乱，不知道打哪一张。有意思。无所，安全，安全，不动，喊牌，不动，不动，四万，三笔，三筒，我怎么都不要，因为安全，哦，因为安全。大饼，烫死啊！二筒，八条，不存的，十万。三饼，安安全全。三万，九万，九万。嗯，先吃出来。七万，三饼，哇塞，是三饼，看看，紧张，三万，紧张，紧张，刺激，刺激，六万，八人手。四条，五条，九条，二条，五万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八万。好沉重哦，因为很难打。我的牌我都看得懂。好球！哦，有够呛，呛呛的。他全部都放在一起，一定很混乱。哎呦，九筒，三万。五筒，八筒，哇，很想吃。四筒，八条，你不是叹气就是笑。七条。小鸟，四条，四饼，进，进一个，没有，六筒，九饼，进。再六筒，二饼，那你是拿六张对不对？天哪，七条，哇，牌很邪门。九饼，哎，
打到八吨黄丝，你输哦。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种子，就这张了。好，八桶。天哪，这不都洗到海底啊？嗯，这条。哇，还没有，包完。要吃它，小鸟。天哪！天呐，二童，哇塞，我好痛，好烦哦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我的心脏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坚持，坚持，小鸡，烂，什么都没有，左手，好，六条，哇，啊。就是不敢打断六条。奇怪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换牌呢？我刚好像应该要换。你换一条、二条都糊啦。对，嗯。你死守三条，哇，他那个三条，他考虑的真好。闪的刚好哎。不能下啊！你猜啊。哇！哎呀，恭喜啊！你出来，你出来放风的嘛。也是啊，也是。对不对？绕了一大圈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所以呢，哎呦，不容易的。这个我们明哲保身，真的保身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再不复活，再达到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决战北风北，哦，这个奖金最少的一次，16200，打起来没压力，没压力。今天如果再输，是连输第五场。对哦，你好好打哦。那就被我们这个制作人一语成谶哈，那加油啦，好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放心。没有太认真了，好，16200，好，开门，八点，决战北风北16200，来看两家的牌，张家明哲，保身，来，好好打，好，九条，九外。20000，春鸡，吃。少数从败部复活，真的复活的哦。嗯，复活又拿奖金就不得了咯。还好你遇到了我，是吧？20000，酒桶。九饼，兔，好巧，怕他吃，吃而已。五饼，真的吃。先走六，70000，吃。80000，生生的。7条，吃。哇，这个中洞啊。40000。10000，我的心脏，我不换牌了，还不好，这么烂，还不好，奶哥你，哎，还是，好紧张啊，啊呜，二童。流氓，30000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在凌虐你，你知道吗？凌迟你，八饼，这种东西，九条，
他在凌迟你，哎，七条。我好怕你摸到七条，我好怕你摸到明哲的牌哦。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害怕。继续跟，四条金，哎。跑哪里这么多？什么？我？凝结了，凝结。哦，奶哥定住了。二童，哎呦，哎呦。那么厉害，九万，啊！你看看自摸吧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五筒，哎，二五比一条路，你这把胡了，我们 double 给你，好不好？是。哇！自摸 double 给你，对，三万两千四，啊，压力好大哦，好紧张。怎么看你啊？怎么了？吴桐，吴桐。你这样打到民国几年啊？一万，四，不要，九筒啊？怎么？哎呦，五条，你怎么那么任性？七筒啊？打听什么？五八条，这么好？好，换不换牌？要不换牌？不换，不换了啊！确定哦，确定，确定哦，那我就胡了啊！闪其实很漂亮的，但是被你东闪西闪，这不是说打七饼吗？最后还是打了，因为六筒没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你要是胡，我给你 double。哎，但蛋哥，你忙了半天，你三个洞你还是没摸，真的没摸到。啊，那对哦，这么没有吗？147，有了有了，你来了啦！我真的是，马天坐着不要起来了哈，你来了，来这边，你看就是命，我连输了四场，第五场就赢不到，还赢了6200而已，真的，不过好，没关系啊，还有下一集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